先尊敬的各位社团的侨领，各位的主席，还有今天到场的所有的善信人士，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个个都怀着很悲痛的心情，来我们福建同乡会举行一个对我们福建乡亲在美国遇害的这个善举啊。首先呢，我们呢有请呢这次的闽籍侨团的侨领发起人刘爱华主席致辞。今天大家相聚一起，心情非常激动沉重。周世凯车祸不幸身亡，丢下年老的父母，还有三个正在读书的孩子，我们深感痛心。他们呼吸的为了依靠以后艰苦生活，不堪声响，出于同情与爱心，侨领伸出援手，不辞劳苦，发动群众的捐助，为周世凯家之求难南美之志，这是我们一点心意，在此向这一次募捐的乡亲寄最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祝你们好人一生平安，全家幸福，谢谢。好，刘爱华主席的刚才一番话呢，也代表我们的闽籍的侨团，还有在海外的侨胞们，我们的宗旨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同时在我们的福州人的社区当中，我们也发起这个善心的举措。接下来今天我们也很荣幸有请到市长，纽约市长办公室亚裔主任郑其龙女士讲话。在这里呢，刚刚大家都看到我跟我们的那个邱太太沟通了一下，真的他一直在说非常感谢社区的领袖，特别是几位会长，海华会长啊，张子阔啊，还有那几位会长，一直的关心社区，这些同胞乡亲兄弟姐妹都对他的关心，他说以前他都从没有出来过，但是今天碰到了这么大的一个灾难，对他来讲是天塌下来的一件事。可是有这么多乡亲都伸出爱，都伸出了那双手来支持他，来帮他度过这个难关，他表示非常感谢。特别是今天呢，我也亲自感受到我们的乡亲真的不管是谁都不愿意看到我们身边的同胞在海外受到这种噩梦，可是有时候发生了没有办法避免的时候，所有的乡亲都像一家人，都会伸出援手来帮忙这些受害者。同时让我感觉到我在市政府，现在亚裔事务主任又是市长的特别顾问，我更应该要为我们的社区，为我们的利益来争取维护我们社区的安全，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们呢市长办公室这一次呢，在邱先生的长的一张出殡费用上，
我们呢也有6000块的支持，我们市场办公室有6000块帮忙做这个葬礼活动，同时呢孩子的教育包括保险，市长都办公室都会给他们一个最好的安排。哎，这就是说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向政府求助帮忙什么的，但是我们我在里面我知道合理合法的情况下，我们要多争取，为我们乡亲，为我们社区的安全，保护我们的家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很感谢有大家，有今天乡亲们这么多人来支持他，来帮助他，都是当作一家人，这个力量让我很感动，谢谢。代表市长表示对家属的致敬跟加爱。我刚刚也知道邱先生明天好像是有葬礼，明天我刚刚才听到他告诉我的。好，在这里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亚当日市长对我们的铭记人士非常有帮助的。所以说呢，在这次呢我们呢，特别是我们的铭记的同胞在美国的遇难呢，也得到政府方面的大力的扶持我们向市长办公室也表示感谢。接下来呢我们呢有请到我们的这次发起人之一的铭记侨团的张子阔主席讲吧。尊敬的各位来宾、媒体朋友，今天我们大家相聚在这里，伸出援手，用善心团结的力量帮助因车祸不幸离世的周锡凯先生的家属发起的募捐活动。张锡凯先生是铭记侨胞，来美已经25年，受外卖25年。他的努力为了生活打拼，为了家人，可是这突如其来的车祸夺走了他的生命，不幸降临也影响了他的家属与3个孩子。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失去了生活的顶梁柱，他的父母还在，真让人心碎透心，泪水洗面。华人社区有爱有温暖，给受难家属送去了关爱与支持，让他家属能度过最艰难的时刻。我们在这里召开新闻发布会，呼吁侨胞及各界友人给予捐款支持。在这里非常感谢华人社区的每一位伟钊先生的不幸坎坷解难的朋友，同时也对他的家属表示深切的慰问。希望赵太太把悲痛化为力量，照顾好自己和3个孩子及年迈的公婆，不怕落难把帆撑住，侨胞有爱，恳请各界朋友捐款，可联系福建土家会超人刘爱华先生、江子阔先生是本人，林子辉先生这里。再次非常感谢今晚到来的和没空前来的爱心的朋友，感谢你们对
焦西卡先生的不幸给予的善心和关爱，并祝愿各位身体健康、平安幸福。谢谢大家。发起人的民进侨团并指挥主席讲话。尊敬的各位侨民，我们今天怀着悲痛的心情在这里，其实呢，那个周福凯先生呢，他遇难了，我第一时间接到他的亲戚的那个电话，我后来就跟刘爱宝先生还有张志国先生，他们呢第二天呢就去看望他的家属。那真的我非常感谢的，应该的，还有那个天理那个侨报的记者，他真的很热心，还他立刻就联系了那个郑琼女士。他真的很难的，这个记者还有当时还有一个顾亚民先生，他就立即大概在20分钟之内就赶到这个遇难的家属的家里面慰问。那我这里刚才呢大家都说了很多了，我这里觉得我们呢，所以说我们现在当时就是因为很多东西不知道，也有很多东西呢，所以说都不知道政府是什么政策是什么。那所以说当我们每一次要记住要出来选举，那我们选对的人的时候呢，他就会为我们做事情。他其实郑启荣女士呢，我知道她好多年的主任，好像主任，当时我知道她的时候是不论区的那个副区长，他真的他一直以来都为我们社区做出了很多很多贡献，所以说一定我们要记住感恩他们。再说这次刘爱华主席呢也花了很多的力量，就是说也感谢了就大家 OK 出钱出力，真的很难的。还有一个我要说了，这个周飞凯先生呢，他其实呢是一个好孩子，也是一个好丈夫，也是一个好爸爸。为什么这样说呢？他的25年来如一日都是送外卖，他真的很难的。他的哥哥就是不幸呢，40多岁的时候就走了。他哥哥的家庭呢，也是在他。就是说家庭经济啊什么都是由他来负责，所以说他的爱人也是非常支持他的。他真的很难的，他并且那一天呢晚上呢是他们呢在这个在曼哈顿送外卖。他家是住在巴拉斯180街，他骑着电动车回去的时候就遇难了。所以说他，我们想一想，有的时候天气热，有的时候下雪，什么等等，他都是为了家庭付出。所以说，真的，他走了，就说他家里顶梁柱没了。那所以说呢，也希望他这次呢，幸好呢，就是说有郑启荣那个主任，还有天宇那个他们帮助之下呢，就还得到政府的一些支持与补助。所以说我们在今后呢，应该的，真的我们华人不是今天应该不应该说的事情，因为我们华人真的要出来选票，要出来讲话，才知道 OK 我们华人的力量。真的祝大家 OK 一切顺利 OK 平安健康。民进侨团呢很熟悉的侨领苏焕官主席讲话。首先感谢这个刘爱华主席、张子华主席以及林志辉
还有各位社团的主席们，还有我们的闽籍的社团的大家同胞们，下午好。我们今天一起来到这里，不是为了我们的同胞遇难而做一点小的心意，所以呢，我也代表我们美国龙岩同乡会，出一份力量给我们的同胞，来支持。所以呢，也希望他家属得到这个安慰也平安，还有我们在座的各位，大家身体健康，谢谢大家。有请我们福建会馆第一常务主席郑正和先生讲话。大家中午好，我代表福建会馆三三会馆潘慕文主席及全体同仁，对周启东的不幸遇难深表难过。希望他的家属在八方支持下度过这次难关，更希望宣斗得到严惩。祝大家平平安安，谢谢。好，紧接着来有请我们八名联合总会的郑宇主席讲话。尊敬的各位侨领、各位同仁、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美国纽约八名联合总会响应闽籍社团为周希凯遇难家属募捐，我们八名联合总会也募捐了款，本人也募捐了款，希望周希凯家属在这次车祸的情况下面能够为他排忧解难，渡过难关。希望大家，美国这个社会环境非常的不好，希望大家出门要小心，遇到不好的事情都要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互相关心，谢谢。周启凯先生遇到不幸，那我们邻居侨团应该来说就是一定要出来帮助我们遇难的家属度过这个非常艰难的，我们已经把它化悲痛为力量，保护好自己的身体。现在所以说我们还有一个家庭在，还有孩子在，所以说要坚强。祝我们的在座的所有嘉宾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好，举行的交款仪式的，这是第一次的，因为我们呢，这通过你们的记者的媒体的发出去，相信还有更多的善心人士陆续啊，继续还会捐款。感谢社区工作办事。非常感谢。刚才就到地点去了。